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。今天要玩游戏是《20古堡7：生化危机》。今天呢，应该是最终结局第十一集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要开始啊。OK， 终于离开这个古堡了。刚才吃东西，所以忽然间想到十一点要开直播。Hello， 晚上好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准备要进行今天的剧情了。好，然后这边需要一点时间 loading。好，大家 loading 一下，我等一下回来。Hello， 大家晚安。因为刚刚我还在吃今天的晚餐，所以呢，我刚刚开直播其实开了一点急啊。好，像今天晚上已经看到上一集了，有些玩家还没有看过上一集的，已经看过上一集了。现在呢？伊森被关在外面，然后米娅呢跟小女孩都在里面。我现在所有的武器呢都没有了，零化为零。好，然后有一位玩家呢希望我可以去看看我的箱子。好，我去看看我的箱子有什么。所以在最后一刻的时候呢，米娅还帮我把那个东西放到箱子里了，是吧？好，我要开始啊。欸，然后我上次跟大家讲，我后来结束上一场直播的时候是没有存档的，因为没有存档点，我就直接关掉了。因为它其实 PS4 游戏都会有一个自动存档的机制啊，所以我就没有存档了。哦，哎呦，错哎，哦，跟我告白，都是我的错哎。哦，不错，很浪漫哎，用血写在墙上那种告白方式已经老掉牙了。哇哦，好，我应该出来吧？我靠，这是那个吗？感染森林吗？哇，好黑的夜啊！要走路回家啦，伊森要走路回家了。不会吧？那是古堡吗？欸，这是鱼是不是？地上这是鱼吗？哦 ，fish， 我喜欢吃鱼欸，这样不知道抓起来能不能吃欸。咸鱼干。我们来看清楚一下好了。哇，这个鱼看起来是被类似一个不明液体给困住了。我现在踩这个又有点不太像泥巴，有点像是就是黑胶怪那种胶。哇，我从船下来嘞！忽然想那个 Lestian 二，它那个狮子货船，如果说今天变 3D 版，应该差不多比例就这样的比例吧。我们人的比例跟着货船比例差不多是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我昨天其实有发一集那个玩家投稿单元，就是有一个外国的玩家画的图，他就画了一个比例出来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蛮壮观的。哎呦，好多鱼哦，果冻鱼，有人要吃鱼吗？这个果冻鱼看起来很嫩 Q 哦，还会飘哎、欸，哦，这鱼会动哎、欸，这鱼是真的会动的哎、欸，好多鱼哦，让我仔细看看。哎、欸，这鱼真的做得不错哎、欸。他做的非常，可是我其实不知道这鱼是品种是什么，有可能是湖里的鱼，不太像那种海鱼啊，好吧，这应该是国外的那种水里的鱼吧。这礼拜，现在先不要问我那个Lestian 2，因为我也不确定会不会更新。好，好多鱼哦，我还记得以前就是那种有那电鱼啊。不孝业者就是会拿那个电的东西去电那个鱼，然后鱼如果说被电起来的话，就会像你现在看的这样子，每一只都翻肚。哇，我现在是要潜行吗？特工神碟，这边好像蛮刺激的。好、啊，悄悄过来这边，这又回到屋子里了是吗？哎、欸，这个地方是。最后就是跟那个多眼怪阿贝决斗那个地方吧。哦，回来了，不错哎，我很多东西在这里哎。咦，应该是没有怪物会欢迎同没恭喜我吧？这是个直升机吧？后面写什么？他们在那架直升机上看着我们吗？哦，应该是被监视了。好，这边来一个精神刺激剂，不错。表示说你要找东西了，准备要找最后的东西了。这是一个
radio 吗？哦，这里可以讲话。哦，该不会是之前的警察吧？尤其之前有个警察被杀掉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是之前的录音档吗？还是什么鬼？现在我可以听到他们在对话，是不是？赵伊芙琳上一命令直接射杀。好吧，这个不知道是现在进行式啊。我发现伊芙琳是直接射杀。好，这边有看到一个地图，我们现在在右边这个地图吗？船跟沼泽实验室。哈哈，又要投币了，是怎样？这个金币有继承吗？我上次有投币过哎，还要七个硬币，好吧？因为这个其实有些东西我没有全部收集到啊，因为我不晓得说它有些剧情，其实你当下没有拿完，后面可能回不去了。哇哦 ，very good， 没有武器，有武器吗？有的，很好，这就对了嘛，这就是有点像是99级的玩家，你今天忽然间如果被洗白会非常不爽，武器都有给我就对了。好，我现在自拿最强武器，小刀一定要拿，无敌小刀，强化子弹。药草、化学液体、机关枪子弹，哎，那一把应该有吧？啊，有啦，碎啦，机关枪有啊，武器库啊，武器库，强化子弹是，腐蚀药剂，等一下可能用得到哦。好，腐蚀药剂先，我要想要帮拿、欸。古钱币只有三而已，不够啊！啊，全部给他投进去了，投进去也不够啊。其实这样拿这把枪也还好，因为我已经有机关枪了、欸。我这把，哎、欸，我的大枪哎、欸。不好意思，我先专心玩，可能没有看大家的留言，请见谅。我就先装机关枪好了。小刀备用，好，我再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。我先不看留言哦，对，因为我怕被爆雷。对，因为我知道大家有时候不是故意的啊，是想要帮助我过关。可是其实你要帮我过关的时候，要想到其他人也不知道这个游戏的内容啊，所以如果爆雷，他们其实留言版的人蛮可怜的，因为会直接看到啊什么。我的惊喜没了，懂意思吗？比如说上一集嘛，那个什么小女孩之类的，哎、欸，小女孩怎样，什么时候出现？这种感觉是不好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谢谢你们帮忙。可是呢，我相信我可以过关啊，所以不用担心，我尽量克服。好，我现在先准备这些物件啊，不够，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用存档再回来就好了。OK， very good。有可能这一集应该是要完结篇了吧？以剧情来看，只剩下他叫我们去干掉那个家伙。好，就是米娅上一集有讲啊。然后其实呢，他那天应该他跟小女孩竟然不直接决斗、欸，表示应该有他的原因吧。米娅后来又被小女孩控制住了。上一集 ，OK。其实我现在比较不害怕，是因为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试一下武器。好，换弹药这个 ，OK。好，防御键，好。这个游戏的防御键是无敌的、啊，是超强的防御键。好，先做一点那个补血。OK， 做三罐补血，应该是蛮够用的。好，空格两格，然后这边不好意思哦，今天喉咙比较不舒服，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出现黑胶怪。哦，刚讲到你们就出现。好，我来打头。哦、哎，哎呦，生长筋骨啊！好，很好，一只。这边呢，看起来不知道要不要解决掉，先解决掉好了，因为后面的路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过。哎呦，这把枪真的是很强。哦，还好啊，还有300多发。哎呦，家族聚会哦，几只啊？来看看啊！欸、你手不见啊？你手不见啊？这个让我只想到蜘蛛人啊 ，Spider-Man 里面有一个黑的蜘蛛人，黑胶蜘蛛人，
就是之前那个彼得·帕克，他被一个黑胶东西给弄到的时候，然后那个黑胶怪是原本是有点像是占据彼得·帕克的身体，然后控制他，然后就变得很邪恶。后来呢，彼得·帕克他醒醒以后呢，那个黑胶怪就从他身体上剥离了，就变成另外蜘蛛怪。对，我想要这个那个东西，这样看起来应该比较不恐怖吧？哎呦，现在武器多就不用怕了。那边还是远距离的，偷打他看看。偷打的话呢，就用啊，我没带手枪，好算了，小刀，还是拿这个好了，把他引过来一点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埋伏，看就是变成这游戏的守卫了啦。以前的话呢，玩《恶灵古堡》都是打僵尸啊，这集已经是打一些生化的那个黑胶怪了。死的这么的随便吗？这位先生演的比较不好哦。我没打你几下就啊，好痛啊！其实装死了，对不对？这是邪心那种剧情我看过。化学一体，哟，什么声音？哪里嘎？难道有人想要埋伏我？应该是不会。电梯耶，按下就对了。这样按下之前先搜寻一下这边有东西。然后卢卡斯那家伙竟然没出现，哎，竟然找到老爸登场，所以他是一个那个比较。屁孩型的吗？遇到主角竟然没有中计，然后就找我爸来帮忙，打不赢找我爸。好，我仔细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东西要拿。空间不够，强化液体红色的。好，我这边还可以再做一个这个急救包。好，那我就可以拿这个强化液体，这个是拿来做。哎，可以做的东西其实蛮多的啦，主要是强化东西的，像紧急的药物啊，补比较多一点的。这里还有个箱子，哎呦，可恶啊，又要跑回家是不是？不对，这箱子是拿到开锁用具的啊。哦，草哎，哦不错，这草可以。可是呢，比较麻烦的是，因为我刚应该先拿这个草的东西，可不可以把它丢放到旁边去啊？哦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好，先换这关，看能不能多空间出来。哦，多一个，对嘛？雅嘎达，真的对了。好，然后这草呢，我就可以再做一罐了，五罐。好，我有信心了，更有信心了。已经玩到桌面99级的玩家呢，身上有一堆配备也是很正常的啦。哦，真可以走过来。走过来表示有东西，然后现在可以拿那么东西，表示等一下真的是要打。比较强的怪了，不然游戏设定不会让你拿那么多东西的，通常是这样。怕你武器不够啊，打不赢卡关，卡关你也没办法去别的地图练等。好吧，来吧，我们来敲铃吧。今夜谁来按门铃？就是我，挑战者伊森。然后伊森今天是不喝拿铁的。哦，好紧张啊！第一关是谁呢？来咯，第一关来咯，该不会全部怪物要重打一次吧？我有点忘记以前有一款游戏啊，我记得我也是玩到很后面，然后后来做大魔王呢，是你所有的王都要再打一次，每一层楼啊，有点像洛克人一样。洛克人如果大家以前玩过，知道洛克人的那个关卡就是很变态，他每一集我记得我从第一代开始啊，你只要打完前面的那个全部每一只敌人以后呢，哎呦。这是会跳过来的，好死了，没有头应该不会走吧？就是你打完每一只敌人的那个头目以后呢，之后你打大魔王之前呢、啊，他所有的那个头目关就要重打一次。哦呦，卢卡斯哥哥来了是不是？真像有那个爆炸陷阱哎！哦，很好。会不会遇到卢卡斯跪了求地呢？求饶说：“医生哥哥，我错了，我没看到你有那么多武器。”这会不会东西会爆炸、啊？我现在有点担心会爆炸、欸。好吧，我试一下好了，因为不然……哦，好，没有。现在子弹数量算还够啦。蓝料，有敌人来了吗？好像有声音，有声音
这样一个。玩这游戏大家非常小心啊，他现在这边设计了非常多的陷阱。给你个痛快，给你个痛快，哎呦，给你个痛快，给你痛快，哎呦，防御，防御，哎呦，可恶，连续攻击耶，你说连续攻击啊？哇，这只比较消耗很多武器，我来仔细看它长怎样好了。这只手变得有点像是一个盾牌或者是攻击武器，蜘蛛手。好，他们长得是这样啊，我怕大家看不够清楚啊，给大家看清楚点，真的很像蜘蛛里面一个，我没记错啊，应该是 Spider-Man 的第三集吧，黑胶应该是第三集。这个洞穴是不是？哇，现在打副本哦，还有洞穴哦，蜘蛛洞穴。什么声音？好，没声音，是我听错了。Hello， 有人在家吗？Jump， OK， 让我瞧瞧这个地方通往哪里呢？哇哦，哇哦，人家都 Y 字形的路，它是 X 形哎，我要走哪里啊？好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瞬间出现了，帅气登场，对不对？哦，完了完了，可恶，可恶！哇哇哇哇！送你个散弹枪。好，我现在决定要把遥控炸弹钻到第三格了。太小看他们了，敌人真的很多。可恶！稍微喷了一些血。啊！浪费一发。不好意思哦，因为他那个按键，他换弹药的按键刚好跟最后生还者是不一样的。简单来讲，就是那个 R2 啊 ，R2 这个按键在最后生还者的时候是换弹药啊。我看按 R2 变攻击键了，所以每次都会真的会不太习惯。先检查这种东西好了。哦，有一个麦格龙子弹，找到不拿，因为那把枪我还没拿到啊。好，其实我建议，如果说今天还没玩过这款游戏的话呢，你在前面有那个神经刺激剂就尽量用啊，因为这样你才不会错过很多金币。因为其实很多金币我没拿到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已经快过关了，我就不 care 了，只是一把手枪而已。我先吃啊，因为这个东西我很多，我不想要占我的空间，会把它吃掉。哎呦，哎呦，在哪里？不会是后面吧？我就说了啊，想偷小菊啊，走开，还不会死。哦，完了，换弹药。叫嘞叫嘞！挡！哦，会怕是不是？我怎么感觉要打比较久啊？还不死！哇，还不死，真的是要崩溃了。好，我现在应该是要推这个过去吧，看一下哦、喔。我先吃一罐补血好了。好，我要推哦。火山列车即将出发。啊呀，重啊，好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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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去吧。哎呦，刚刚这撞他们不知道会怎样哦，不确定，也不一定撞得到。哇，现在玩起来有点像地球防卫战哎、欸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一款游戏叫《地球防卫战》，然后它是一种日本的游戏，它可以两个一起玩，然后它有个关卡，不算一个关卡，应该说它有些剧情是移动，然后蚂蚁的大小就跟这个山洞宽度一样，超好玩。我以前玩过啊，以前就跟朋友一起玩那个《地球防卫战》，它里面还有那个飞天蚂蚁啊，一些有的没的奇怪的一些昆虫或生物变很大只哦，炸弹。嘿呦，现在被现在有这种卢卡斯在臭小子的记了。其实我玩游戏真的是也蛮有时候蛮细心的啊，有时候也是会稍微不细心。哎、欸，看一下，等一下这种东西可以拿，我的那个用完了，但是有炸弹啊，我要小心走，我真的不想被炸到。等一下，
觉得这应该有问题。这会不会爆炸？先看是什么东西。机关枪子弹可以拿，所以，因为呢，麦格龙子弹我现在用不到，等下可能要把它扔了。如果等下空间不够的话。啊？什么？地震了？有地震吗？好像有哦。我看一下我家的水有没有在动。啊哈！我把水拿起来，我先喝一口好了。刚好地震吗？我刚以为是我的手把在震欸。我出现这个小人偶啊。好，反正我还没尖叫之前，大家可以放心啊。如果一尖叫，应该就是大地震，大家赶快跑啊！我说各位不要看直播，赶快跑啊！大地震啊！然后你就看我人物角色停在这边不动。好，目前应该还好，这个地震应该现在是还好。OK， 我们现在要继续过关了。假如我看到我讲大地震，大家赶快跑啊！哇，这会爆炸对不对？还好我没拿小刀戳，因为这就跟之前的状况一样，这边已经算是综合考试啊。你之前的考试，之前遇过的事情都要重新经历一次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洗澡吗？啊，只要不要让我再拿一个PK 句子阿北就好了，句子阿北让我打最久。感谢你们，我的头脑恢复正常已经一个礼拜了，不过他还是以为自己能控制我。你们真的要处理一下这个问题，他不只看起来像个小孩，他有程度也和小孩没两样。但爸和妈和爸还在他的控制之中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他对家人这个概念的执着是不是你们灌输给他的？感觉他已经坏掉了。米娅那个蠢东西还是卡在伊芙琳世界和现实之间，他变得非常的暴力啊，还所以我把他锁在一个牢房里面。我以为伊芙琳那么爱米娅，也许会生气抓狂，但他似乎一点都不在乎。他有时候会去探望米娅，甚至认为米娅是他的妈妈，就如同我说的，你们的生化武器根本坏掉了。伊芙琳对家人的执着已经失控了，他要所有人上街去拐来更多的讨厌鬼，就为了要让他变态的家庭更加热闹。也许因为米娅太久没来，他受不了这个感觉。但是每次一有新人入住，就变成要收拾残局，烦死了。小伊看起来不是病了还是怎样，皮肤变得很皱，而且开始长出灰色的毛发，那是正常的吗？可是他现在一夕之间变老了。好 ，OK， 看到这边应该大家了解了吧？小一就是讲伊芙琳啊，伊芙琳变成欧巴桑，应该就真的奶奶啊，因为奶奶都没有出现嘛。而且之前其实呢，我也不想看到留言啊，就是有稍微爆雷了，所以我已经知道了。我一直拖到现在才跟大家讲，因为有些人还不知道啊。哎，拿到东西了。总之来讲，那个老奶奶就是伊芙琳啊，我被爆雷了，我都没有讲。所以呢，玩游戏真的很重要啊，被爆雷就没有那个 feel 了。好，我先看一下我现在可以做什么。内固存哦，永久提升了，这可以直接使用。OK， 然后还有什么可以制作呢？燃料瓶，等下可以玩一下燃烧火焰吧，最大生命值提升。慢慢走。这是什么？这张图哎。本报告叙述一型体内生长的细菌，感染人体的症状，在接触一型化气武器化触媒之前，请务必阅读文章，简称为霉菌。初期感染，霉菌会从宿主身上吸取养分并增殖，并逐渐掌握体内所有细胞。受感染的受试者会获得相当显著的再生能力。在实验过程中，我们切断了受试者的手背和腿，发现他们在短时间内结合那些残肢断臂。他在讲医生吗？第二阶段感染，一旦霉菌进入受试者的脑部，思考就会依型触媒怎么同调。同事者会开始出现幻听及幻觉的症状，
而且很快就会完全受到衣型触媒的控制。好，等于说就受到衣服里的控制啊。完全感染，所有细胞会因此被霉菌感染之后，顺手会开人类的形体，它们的肉体会变成不同的种类，但相当的变非常的力量。然后简单来讲，第四完全感染以后就变成黑胶怪了。好，我帮他这种简单统合啊。OK，那医生应该还在第一阶段吧，因为他现在已经有治愈能力了。可是医生好像还没有被控制，投药后5分钟呕吐，一 型破坏剂。所以就是告诉大家，来，请加入我们会哈，我们会有这个阶段性，10分钟死亡，12分钟组织钙化，好啊，这边就是不同的状态啊。其实每个人体质不一样，可能抵抗力也不太一样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跟我这东西有关吗？开了，啊？哪里嘎？是要放这个啊？哎、欸，这是要放这个、欸、破坏剂，可摧毁任何一型生化武器为基础的实验体，仅可用于处置一型生物。好吧，他讲的就是把伊芙琳干掉啊。一型细胞植入破坏系统都可以活化。好，就看这一季干掉伊芙琳啊。关键就是这一季了，破坏剂，只能拿来破坏一型的。一型就是，没错，就是小一啊。再来这还有什么？这么多内容哦，这我们要再读下去了。好，我最近看到简单，我看完以后跟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。好，简单来讲，这是一个 生化武器啊。然后，如果用小孩子的形体化，比较好混入人群中。对，就简单来讲，就是生化武器，没错。好，再往下走吧。这么多，一次给你大解谜，是不是？哇，好多哦！总觉得有点在考试的感觉。等下，伊芙琳应该不会考这个吧？选择题。来，伊芙琳，请问它是不是有机体？A 是，B 不是，菌 丝。好，这就开给大家看一下吧。总之，他们在感染的时候，都会受试者会扮演母亲或父亲，然后把它当女儿，以家庭为精神控制的方式。哦，好，很好。这个生化危机的方式比较不一样啊，因为毕竟宿体是。小女孩啊，是小孩子，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个受试者，然后用父亲、母亲来，有点像是家那种感觉，用爱去影响这个生化武器啊。哦，回来这边了，很好，先换武器吧。这个可以做的东西应该都要先做一做了。其实我现在不确定哪些用不到，麦格隆子弹现在用不到哦。这烧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用哎，等一下，哎，求生小刀，哦，收了2种刀，一个是一个是米娅拿到的刀，一把是一开始医生的刀，宝藏照片哦，那拿过了，乌鸦之钥，玩具斧头没玩到啊，那个过关的地方上次是对的，只是可能。角度稍微有点错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东西应该是补血比较重要，我个人觉得比较缺补血。火焰瓶我就不带了，然后草先放在身上，因为等下可能会拿到类似。黄色跟那个红色的，如果有红色跟黄色，我都拿来做补 血。好吧，就先这样吧。我看一下这条东西可以拿吗？有胰岛蛋，胰岛蛋非常的微。等一下，我们就拿胰岛蛋来玩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不是胰岛，那是胰岛蛋吗？我看我念错。
哦，烧鱼蛋，不好意思，是烧鱼蛋，烧鱼蛋都没玩到，很可惜哎。等一下拿来打，打小一吧，应该遇到他吧。哦，只能这么少，好可惜哦。好吧，就给他满就对了。放好，放满。哇，现在你在聊学校是吗？好，我要继续啊，我就专心玩毒气弹。哎呀，只好毒气弹，这叫什么东西吗？哦，我想到一件事，我可以先吃那个神经刺激剂，还有吗？被我吃完哦。哇，这很屌哎，它可以影响神经系统哎，毒气弹。我觉得小刀可以收起来了，小刀根本就用不到，因为我现在有枪了，我这么多枪，然后我看一下有没有散弹枪子弹。强化子弹，手枪也不用了啊，后期人还拿手枪，我就是拿步枪就对了，除非等一下打不赢的话，看要大 PK 啦，大 PK 大 PK 啦，好，准备好了，全部兵器都带在身上了，先试试看吧。别怕，冰帽，我保护你，保护你什么？冰帽要睡觉了，十点半了，好，我要开始啊 ，Go Go， 两条路，我忘记有地图这件事了，好，这条是死路，这条先走。不行，没敌人。不能走，为什么？哦，死，这条是完全进不去的，只能走下面了。这阴域估计应该会出现很多黑胶怪吧？这好像是一个那种矿石场，是炸弹哎。哦，黄色出现哦，化学液体。哇，现在补血超多的，等一下感觉是应该会很难打，不然怎么那么多补血啊？就我秒杀他有没有可能？我觉得不太可能。好，走这条吧，洞穴。脱节，跟聊天室脱节。你们要想想看，我很认真在打电动哎，我现在如果不认真玩的话。到时候我重播的时候一定会被酸说都不专心看剧情，剧情都讲错，你们知道吗？好不好？会被酸的欸，因为你们现在是欢乐聊天室，可是我这个影片到时候重播的时候真的没有专心玩会被酸得很惨，所以我还是要认真玩啊，展现一下身为一个游戏实况组的专业那个认真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先看这水里面有没有任何问题啊。哦，有东西，这是什么呢？麦克隆子弹，不好意思哦，我没有那把枪啊，我硬币收集不够。等一下，小女孩在唱歌了，有没有听到？她在唱什么？她在哼歌哎，心情很好哦。那我来唱两首好了，跟她一起唱歌。小女孩洞穴这边吗？哦呦，好恐怖哦！那等一下会不会忽然间冲出来呢？小心哦！哇，这根本就是哇！我就说嘛。还好我说他不会忽然间跑出来，我还跑出来。哎呦，很恨我哦！哎呦，快跑哦！爆炸爆，然后地，看我要被淹死了！快快快快快，不要管他们了！不，哦，补血在哪？快快快！怎么走？过不去！走开啊！走开！等一下，好，烧个，走开！来呀，三杯鸡啊！今晚吃三杯鸡，反正烧三杯鸡，给你个痛快，哦，爽吗？小三杯鸡们，我刚以为有路可以跑哎，结果没有路可以跑，是条死路啊！
我们还玩到这武器耶，但还没有玩到这一把，这把还是得玩一下、啊。最后关头不玩一下武器，这样子有点对不起这把武器。啊，等一下玩这把大枪啊，这把大枪好像没玩过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受试者是谁。哎、欸，这么多可以拿？嗯，箱子，音乐变了。嗯，那东西可以拿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好吧，我们就继续往后走吧。今天吃的是自己做的三杯鸡，完全没有入味。还看 YouTube 那个网络上教怎么做三杯鸡，是一个大尝试啊，就只有没有入味。嘿、欸、嘿嘿嘿嘿，来啊来啊来啊来，快了快快，我这把武器已经口渴了。他很饥渴，去吃吧！哇、哦，好燃烧哦！你走错地方哦，小朋友，哥哥银王装嘞，还有敌人吗？应该有吧，我听到声音了，哦，好多条路我感觉哦，然后先看一下，好，这边是个圆圈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机关枪子弹就可以拿了。这是个闹圆圈，它只是要让你稍微可以躲避一下这个黑胶怪的攻击吧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狭路相逢啊！啊，我的散弹枪没了。其实我最喜欢的武器是散弹枪，哎，散弹攻巧好强啊！而且这把散弹枪很准，它的准心是比较集中型的散弹枪，可说是散弹枪的王者啊！拜托给我散弹枪啊，是燃料。散弹枪子弹吗？是哦，对嘛，我就记得绿色的是散弹枪子弹。让我补两发下去。好，现在这边，哦，又在笑了。等一下，这边会不会死？这边好像没有走到哦，这个炸弹，没东西可以走。好，哇哇哇哇，抓屁屁，可恶。哎、欸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，傻逼！哈，受死！哎呦呦呦，等一下！好，这里这里这里，还有啊，还有啊，哇，还有防御到防御到，哎呦呀！哦，这边对散弹枪是很好发挥的，还没死。我的散弹枪没有了，好吧，啊，哎、欸，我以为他要站起来，吓我一跳，还好没有，怎么又来一只？哎、欸，防御，啊，这个要换子弹，等我一下，再见啊，火烧的 BBQ 还没事，怎么可能？我的最强武器。哇，可恶！是吧？打他都没有用哎、欸。好，现在武器尽量用了，不管他了。这路上应该会过得很艰辛啊，不知道武器会先射完还是先遇到伊芙琳。看伊芙应该在上面了，这是在打塔吗？无限塔，一直在闹楼梯耶、欸。然后现在在赌说我十几次是不是？我不会很如愿的。我要死四次，开玩笑啦，尽力过啦。因为其实玩这种类型游戏呢，死个几次也是很正常的。因为你要去知道，王的弱点。什么啦？大只的来是不是？哇、哦！听到声音完蛋了。哪里？我就说大致来了，哇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下次要先换好子弹。去死啊！啊，没烧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打地上。哇，这把要打地上，烧你们！
哇，没路走了，快跑快跑快跑！哇，肥肥怪啊，是肥肥怪没有错，好多箱子哦，哦，哪有时间拿箱子啊？手脚走太慢了，吃太饱了啦，去旁边。哦，可恶，可恶可恶可恶，走好慢哦。就说你吃太饱了，你还在动。哇哇哇哇哇！跑跑跑！不知道什么子弹，先拿再说啊。哎，总算是麦格龙子弹啊！哦，可恶！等一下，我有炸弹包，我有炸弹包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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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切换到炸弹，好，可以了。哎，过来一点啊！炸你个稀巴烂，还没死，还没死，再送一个啦！可恶！哇，超近距离！可恶，可恶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飞啦你！还来，还来，可恶！烧你一头！哇哇，真是那么强哦，会不会炸两下就死了、欸？哇哇哇哇哇！哇，直接喷汁哎、欸，你很 juicy 哎、欸，一直在喷汁就对了。哦，喷汁了，喷汁了。好，就那绕圈圈打好了。新战略，结束了，结束了吗？黑胶肥肥怪、欸，哇，可恶！我想要靠近看一下而已，没有，没想到爆炸，爆炸又让人损血哦，真是令人讨人厌的肥肥怪、欸。黑胶肥肥怪，哇，清点兵器，清点兵器一下。我现在只剩毒气弹了，好，然后呢，散弹枪子弹四发，糟了，我这样有办法打他吗？哦、这时候我就要帮医生讲话，医生忽然间想家了，想回家了，你们怎么派李阳来呢？新开什么东西可以拿好了，而且最近开箱好像都没有拿到补血，这样对吗？等下应该打魔王之前应该会有那个存点吧？好啦，这边没有东西可以拿了，要上去了。它真的会爆炸哎、欸！可恶，我刚才没有发现它爆，它会这么近会爆炸。想说应该死掉就化为血，那个乌有这样。哇，不错哦，这应该是个专油的那种油井吧？我不知道是不是专油油井，总之就是一个矿坑洞。我再来个毒气笑弹。打补血还剩多少个啊？还有两个，好啦，应该是，等一下，有一个符号哎、欸，是这里吗？这怎么过去啊？哦，可以过去。密道，有时候真要看一下地图哎、欸，不然会错过一些路哦、啊。哦，存点在这里。哇哦，捕获咯，哎，刚好像是。哇，这种东西没拿到、哦、啊！算了，没关系啊，可以过关就好了。嗯，我没存档。轮椅出现了，哎呦，糟了，打奶奶了！所以一开始猜对了吗？哎、欸，就正是要走这条路了，另外一条路根本没有路啊。我先存档一下好了。
恶魔城我有玩过哎，恶魔城其实它有很多版本，它后面有更进阶的版本，而且没有很久以前出。对啊，我现在把它走回去这里，因为刚刚没有地方好像可以过去，看一下。那伊芙琳他变身的时候会把诺伊卡在身上咯，好吧，真就是条死路，能走就这条路了。其实所以不用看地图也可以走到这边。喝水吗？你说人物角色吗？有那个饥渴值，好，喝个水好了，谢谢。OK。轮椅，然后呢，有一个这个东西，这东西在一开始的时候在屋子里面就看过了，很多只，我给它365度旋转一下吧。好，就是长这样，有没有？这是要讲给乖给乖，那个坐轮椅哎，所以哦，是什么状况？吓我一跳，欢迎冲出来。他的眼距状况距吗？哇，现在医生也可以看到画面了。现在怎样？我要过去吗？没了，该不会这里是，哦，不会通到那个屋子里吧？哦，功能的地方，好啦，总之呢，上一集让我知道一件事就是，进不去，就是那个阿北跟他们这一家人都是好人，都不是变态，这是被伊芙琳控制啊，我就帮这个家人澄清一下，密码1001就是一啦，一嘛。这一就是在讲他嘛，一型啊。好，这张照片我就不拿了，1001，不用做纪念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这边气氛好像有点比较恐怖一点哦。可以走过去吗？这样走就有20古堡感觉了。好，看什么东西在后面等着我。好像通房子里了哎。好像通房子里的哎，还是这是另外的地方啊？我也想哦，我不想再回去阿北那个房子哎，又有电话了，楼一会打来吗？看到电话我就想要楼一。哦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画面，这原本那个画面，我被戳手掌的时候，哦，被打进去里面的时候，干嘛？有话要说吗？对啊，回到那屋子里了啦。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米娅就是把这边推进去，然后拿斧头砍米娅，应该是我的影片的第二集吧，第一集应该是第一集吧，我忘记了。好，这边第一集和第二集是我跟米娅火热的大战啊，超火热的，打得如火如荼啊。好，这边有一间，先进去看看吧。啊，对啊，这个地方还在找，是要找什么东西啊，就没有，一回去米娅就忽然间立马起身把我抓住，那他说都是你的错哦，这样子。哦，来咯，对吧，20古堡还是要回到古堡里吗？干嘛消失？就是这样，就是我走过去就对了，不要。哦，可我又是这里。哇，温柔的妻子。他让我想起就是之前发生的事情。其实你们看哦，那个米娅变色的时候脸真的跟很像那个欧巴桑哎。哇，坏女孩，然后爸比要抓起来打屁屁啦。好啊，这是在回想啊，现在怎样？最后一集回顾是不是？真是回顾哎。哦，起雾了啦，这可以拿吗？不要，万一转头有人出现哦，我会生气。拿火焰枪好了，最近在回顾前几集耶，这样游戏制作团队觉得没有东西可以放，是不是？放一下前几集发生什么事情。然后上面这个试玩版的时候，说真的，我有被吓到，是上面这个地方。上地方试玩版的时候，这边有几个人形 model 啊，会转身了。我那时候我真的有吓到，我就应该不会换你转头吧？就真的转头了，超级俏皮的，俏皮到不要不要的。哦，现在怎样？现在全部的地方是真是对的吗？我想先走错了路线，因为我上面看不到东西可以拿。
因为我不知道我补血够不够，我先走楼下好了。因为刚刚楼上有 Help Me 了嘛，那应该就是……哦，那边是我知道他等下面要演什么了，就是米娅跟我在那个用枪支搏斗的时候，笑欸，我好笑吗？哦，他在这边，那应该走上面好了，先走上面吧。这边就有恐怖气氛欸，哇！如果忽然间你现在进来看直播，应该要被吓到，因为觉得这是什么恐怖片啊，什么恐怖游戏啊？好了，这边也要回响了，这边就是跟那个米娅 PK 的地方啊。欸，可恶，死路！他这气氛要用那么雾就对了。好啦，这边要开回响了吧？欸，没有东西可以拿欸，就这样。拿着你老爸，欸，米娅是老爸，重新出来。可恶，我刚刚想说这有东西可以拿，就没有欸。哇，真的会被锯欸，真的要给我锯一下就对了。我可以来烧他，没有用，浪费一个火。小鸟也顽皮哦，跑啊！那我来追你哦。冰箱可以开吗？冰箱也不能开了。这边现在只能够看场景啊。你有没有玩玩你的游戏吗？又来啊！砍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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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！哎，没砍到哎。不怕啦，幻觉啦，这都假的，都是幻觉啦，都是幻觉啦，别想用幻觉骗我。我还记得一开始玩试玩版的时候，这边被阿北吓到，有时候耶过关了，出去了，就阿北就哎，那砰我就被打了。小医生想去哪里啊？哎，现在走秘密通道是不是？真出不去哎。班，哎，哎，班什么状况？好像有点恐怖哦。还是他门原本就关起来了？所以现在走秘密通道吗？哇，哇，好恐怖哦！这很恐怖哎，忽然间多一个小女孩的娃娃，烧他！哎，他不会转头啊？我觉得他会转头哎，哇！这个就恐怖欸，哇，今天我一个人玩最后一关应该会觉得很毛欸，打爆他的脑门。欸，你有兔牙欸，小妹妹，你有兔牙欸，你有兔牙，这边大家有看到这有一个兔牙吗？你有兔牙欸，兔牙娃娃，拜拜，继续走。哎呦，卡住了，欸嘿嘿，卡住了，转头还在吗？好，算了，我不要浪费武器好，应该是不能打那个吧。所以我现在去秘密通道吗？我现在看路要走哪里？哇，满满的回忆啊！又来，啊，这应该不会存血吧？啊，欸，如果我这边会死就好笑了。走开啦！回家去，那你给我个机票啊！消失了吗？欸，又不是这里，在逼死谁啊？等一下，这地震欸！现在地震是怎样？我走哪里啊？哦，好晃，好晃！哎，真的地震了，真的地震了！我游戏也地震了啊！我比较比大家慢一点，可是我最近真的也地震了。你们看，地震了，真的地震了，游戏里面地震了啊！应该走这里吧？到底是不是啊？可恶！好吧，一路往回走好了。看起来不是这边。回到这边又地震了欸，是要把这娃娃毁掉啊？这娃娃看起来是有点欠扁啊，开个两枪看看啊。好，打不到，开个一枪就够了。
又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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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好鬼吗？顺灭杀哦，出现了出现了，哇、哦，现在是怎样？哇，什么鬼？超级赛亚人吗？难道你是传说中的超级地球人？哇哦，超能力患者，暴风女，配防御。哎呦，打他不好没有用哎、欸。哦，可恶，我会防御到吗？好像打不到他哎、欸，我被吹回来。哇，是不是要靠近他、啊？哎，哇哇哇哇，麦照啊，经典打他会痛。哇，风压哎、欸。台风天哦，哇、哦！超级地球人，我是超级医生。再见啦！哎、欸，过关了，完结篇了吗？就这样。哎、欸，我刚翻我武器打他没有用哎、欸，骗奶奶了。奶奶，我真的没有开枪打你哦，我错了。我之前不该开枪瞄准你的，我错了。啊！结束了、哦？还没有？哇！什么鬼？别啊！哇哇！什么鬼东西？那什么鬼东西？哦，还有武器耶，不错。耶！哇，有没有地方可以跑啊？哇！你也宿醉啊？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今天得搞啊！送你一个毒气弹。毒气弹没有用哎、欸！哎呀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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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换武器！哇哇，一下被咬死了，哪一招啊？好，再一次吧。衣服领兵放哦，哇，好吧，看来是个不可爱的萌妹子了。哦，真的要重新进行一次哦！可恶，我炸弹忘了放了，不知道炸弹炸不到他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刚刚打他脸好像不会痛哎、欸。又要变身了，融化的脸，这让我想到那个蜡像馆的剧情，电影里面蜡像馆，蜡像馆那个人物就是真人都被弄蜡，恐怖电影蜡像馆。先拿三枪子弹好了。哇，我要往哪躲啊？哎、欸，这边没有地方可以躲哎、欸。这个剧情很可怜啊，烦哎、欸。全部送你啦！这没有地方可以去，好惨哎、欸。我靠，这样我一被咬就死啊！他会痛吗？他会不会痛啊？我也看不出来、欸。你到底会不会痛啊？到底会不会痛啊你？哇哇哇！他是会攻击的。哇哇哇！现在什么状况？现在什么状况？我现在玩什么游戏啊？超能力游戏哦！我需要 Superman。Superman 来救我！现在什么状况啊？
我靠！这种游戏哥吉拉来了，哥吉拉来了，我动不了，全部送你啦！不要跟我客气啊！哇！可恶！现在怎样？哇！天哪！完了完了完了！我现在子弹更没有来不及补啊！哇！哇！我被抓起来了！我在叫，不要啊！我的黄金右腿啊，黄金左腿，我好想踢足球啊，教练。哦，被怪物高高举起，就这个感觉吧。我现在没有防御啊，我现在没有防御。哎，快点，军方快帮忙啊！军方不要旁边看戏。哇，要摔下去。哦，还有主角是那个第一型的，还可以有治愈能力啊。哦，旁边什么？哎呀！现在完全动不了很无助啊，用这个，用什么？谁跟我讲电话？这个吗？现在好电影哦，超电影的什么？骇客任务啊，还是什么？终极兵器吗？终极兵器，毒气笑弹，全部送给你，不要跟我客气啊！今天本单位。最后一发了，我剩最后一发了，结束了没啊？别再过来啊！剩一发了啊！结束了吗？石化是不是？我的妈呀！发生什么事啊？这边剧情进展有点太快了。结束了吗？我现在动不了，我动不了。等我身，我下半身还在吗？我脚还在吗？我的黄金左脚是踢足球的这个军方会不会来得太晚一点？哦，这完结篇是不是？哇，天啊！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，跟我想象不一样我想说打完应该是要跑来跑去，然后可能要干嘛之类，就没有就是一直打他的脸就好了，就是往他的脸猛打，就是有点像是。把他压地上，然后你用你的拳头狂捶一个人的脸一样的道理。这是谁啊？你是谁？哇，这么帅是不是？怎样？你要取代我吗？你比主角还帅是不是？这个最后耍帅这样，导演的儿子吗？嗨，我来救你了。最后有帅哥来救我这样，我又不是美女。你要嘛派一个正妹来救主角，不要在那边耍帅好不好？没有必要把头盔拿下来，证明说你比我帅。哦，米娅，你妹，米娅要变回正妹的样子了。米娅是有点痴呆了，反正总之，哇，够乖嘞！我天啊，好玩吗？看一下最后片尾吧。大地又恢复了生机，这一次呢，伊森又正。又一次的拯救了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又恢复到和平。或许你在你家的角落看着电视，可是你却不知道伊森默默拯救了这个世界。这世界很多人跟超人一样正在拯救这个世界，希望大家也一样。哇，这是黑鹰计划吧？这些人要收拾残局，确定吗？他们正在想着第八集怎么玩。这个集团保护伞呢，是一直在思考怎么让这世界变得更毁灭，更快毁灭。Maybe this is where the next door opens。好像就是电影结局了。啊，过关了！终于感谢大家长期的收看，今天是我们《恶灵古堡七：生化危机》的第11集啊。第十一集呢，我相信是过关了。这是什么？预告是不是？这还没结束吗？别这样！哇，徒手哦，音乐来了，我喜欢这首歌，大声一点好了。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这首歌真的是贯穿了整个游戏。好，这边的剧情就是在跟你讲这个游戏的起源。
然后这是他制作人啊，制作游戏制作的一些人员的名字啊，这里他把它藏在就是报纸里面干嘛的，这还蛮有创意的。对，这是一个制作，哎，是什么导演？哇，食物哎，好，我们就好好欣赏一下最后的片尾吧。片尾做得好精致，我喜欢这种风格。来了，嗯，啦啦啦，会啊，我明年会玩很多游戏，好不好？大家放心，2018年呢，也会有非常多恐怖游戏，即将上市啊。然后我会在第一时间呢，购买一些游戏来玩给大家看，因为我自己也非常期待非常多款的恐怖游戏，希望我的游戏的介绍方式大家喜欢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也是希望恐怖游戏可以稍微玩的欢乐一点。你可能不敢看恐怖游戏，不敢看恐怖电影，可是在我的频道呢，你可以慢慢的跟我一起挑战这些游戏，不用害怕，好不好？恐怖其实也是每一个人不能够或缺的一种感觉啊，我要这样讲。当人类你缺少一种认知或一种感觉，其实就不真实了。我不知道懂不懂我，大家懂不懂我意思？就像你哭过，你才知道开心的笑是多么的开心；就像你知道恐惧，你才知道今天不恐惧的时候，心情是多么的舒服啊！好啊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自己的想法啊。勇于去战胜生活的任何一个你遇到的一些困境啊，战胜它，你就成为了自己的主角啊。OK， 这就是伊芙琳。好，今天呢第十一集呢就到这里了，也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呢一直收看《20古堡7生化危机》的实况直播，还有重播，还有这支影片，谢谢你们。未来呢我会玩更多的游戏，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呢，我就记得把铃铛打开啊，对，副频道，然后主频道的话呢会有重播的，相信你现在是看重播的朋友。然后现在现场聊天室也非常多的玩家在收看这一集的直播，对，你们看右上角就知道了。对，留言呢每一集其实都非常高啊，不管大家有没有在看游戏内容，还是在讨论其他事情都没关系的，只要这个游戏呢是欢乐台就好了，这是我的风格。对 ，OK， 下次玩什么？下次我想一下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游戏是《最后生还者》，它也接近了尾声。哦，后面又有刺激哦！啊，不用怕了。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呢，2018年会玩《往日不再》，再來就是其他恐怖游戏。其实还有一款游戏，我有看到预告片，可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好，然后呢，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，也谢谢你们的收看。现在没有办法去玩，我累了，我等一下要录《Lost on Earth》。对。OK， 大家晚安咯，早点休息吧，不用害怕，这是生化危机，不是幽灵，不是鬼啊，不用怕，这是生化危机嘛。好，这就是最后游戏的所有制作的人员，我让他跑完好了，也算是对这游戏的尊重啊，毕竟这游戏做了那么久，花了这么多时间，这么多人力。而且其实它这一版的内容我觉得玩得非常的顺啊，不会让你很卡，对，就是不用看攻略其实也过得了，只是可能要多死几次啊。像其实我分析一下这款游戏，我讲一下我感想好了。因为阿北那边其实我觉得阿北是比较难打，最难打的地方有两关，一个是车库跟阿北对战的时候，应该是前几集吧，我的游戏频道二三集忘记了。再来就是阿北拿那个锯子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两个关卡是让我稍微有卡关的，其他地方都还好。就是你如果稍微去检查，就是认真去看一下里面的剧情，其实都知道怎么走啊。它组织路线其实就非常简单，对，大致上就这样。我来看一下第四集跟第二集，就是我觉得是我稍微有卡关一下，因为要死很多次。然后跟阿北拿锯子的时候呢，
那一场我快超虐的，打好久，一个多小时吧，我以为我要打到天亮欸。爆雷什么意思？对，然后游戏的部分，我建议大家如果看别的直播台，一样是不要爆雷啊，就是你可能有看过剧情的。如果说你今天没有看过，你应该是可以跟实况组说，哎，可以去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因为其实我知道，其实大家有时候不是想爆雷，是想要帮忙说一起过关，那种感觉我懂的。只是说，可是有一些会破坏到剧情的发展，因为你可能讲的这句话，玩的人就知道说，哎，后面会怎样，那就会少那个新鲜感跟吓到那个玩游戏的人那种感觉。结局，坏结局什么意思？查得到。还有另外结局哦，好吧，坏结局我不知道哎。哦，对啊，想知道坏结局可以自己玩，也可以自己查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自己玩看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在玩一个游戏的时候，我不太喜欢看别人的影片，因为看了以后呢，少了乐趣啊，对啊，就少了那个感觉，你就自己去体验那个感觉。欸，现在进来的人会觉得很奇怪，那个字幕在那边跑，然后这个时候在那边讲话讲什么东西。好啦，我今天就是把这边给全部跑完，好吧？我们今天可以聊聊，先聊聊我今天玩，你们觉得我这次玩啊，哪个关卡是你们觉得最刺激的？好了，好不好？有看到现在的玩家们，你们现在聊天时可以跟我说，你们觉得哪一个桥段是你们最喜欢的？《二零古堡七：生化危机》我玩的部分。因为很恐怖吗？哎呦，想知道答案去查啦！真的，你这样讲的话，连我都爆雷了，好不好？例外，娃娃哦，娃娃我有打、啊。哦，对啊，它里面有很多摇头娃娃，其实可以打、欸。对啊，大家自己玩。游戏我是去 PS4 的专卖店就有卖游戏片啊，然后其实游戏片现在很多二手片，如果你今天不想要花原价去买一款游戏片，你其实可以买二手片 OK 的，因为二手片也是正版的， PS4 游戏目前都正版的、啊、没有所谓的盗版吧，应该是这样讲啊。然后会有些玩家他可能今天破关了，他到二手店去把它卖掉，所以你买到的价钱可能会是原版片的一半的价钱。我去了很多地方买，因为我在台北其实有很多间店都可以去买到游戏片。阿北最恐怖吗？我也觉得阿北最恐怖欸，阿北最烦啊，从头到尾都是阿北啊。 DLC 是那个吗？我好像知道欸，昆虫阿嬷GTA 5我有空再玩好了。我音好大声哦。可以啊，有空玩。像那个我最近也没有玩那个死亡之岛，最大原因是因为死亡之岛我的版本是英文版啊，其实漏掉很多游戏剧情，我觉得这样不太好。好了，不用猜了，我上网找答案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今天想知道坏结局的话呢，你就上网找答案。对，上网找答案，想知道结局的就上网找吧，或者你自己玩玩看啊。因为像我玩游戏比较不喜欢知道后面剧情。这个片尾太长了吧？我是想要等片尾结束，看有什么欸，一起等片尾，有没有彩蛋呢？不然有没有彩蛋？想要知道坏结局就上网找吧，好不好？因为有些人可能想要自己玩。哦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好，这个游戏呢，今天就进行到这边，然后这已经可以看到最后的画面了。画面结束呢，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，也谢谢大家长期下来的收看。这游戏我大概玩了有
大概一两个月吧，因为我的直播不是每天直播，是会跳着播其他游戏。这边是赞助厂商跟合作厂商的图示啊，哇，好多哦，还有一些，好，这是帮忙游戏的 sponsor 吧，这应该是一些 sponsor。哇，好多哦，好多哦，一个游戏制作有那么多 sponsor。对啊，游戏开发真的不容易啊，所以不要爆雷啦，不要爆雷啊，游戏开发不容易。想知道答案的上网找就好，现在上网找很好找到剧情的那个其他版本，我相信其他实况组也有录啊。OK， 结束了，应该没有了吧？没画面了吧？嗯 ，OK， 到这边了吗？哇，好长哦，都是日本公司的名字的感觉。哦，还有东西，卡普通，哇，这个卡普通的标志真的是让人家看了就回想到以前我在玩 PS4 的时候呢，啊 PS2 的时候就要玩《恶灵古堡》，那时候玩第一次玩《恶灵古堡》，其实玩《恶灵古堡2》，没有玩过一啊，一的话我记得是另外一个主角，你就像军人那一个，他正在古堡里面。好，结束了。应该没了画面了吧？好，那今天游戏直播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个游戏见哦，拜拜，晚安喽，拜拜，喵喵先生，我没有破坏完，古钱币没有收集完，好啦 ，OK 啊，这就是我的那个统计资料啊，我相信很多人玩超越我啊，总之呢，其实就欢乐场，好，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个游戏见喽，拜拜。So